所以呢，今天好像是开箱，其实应该是教学，教你如何破解这个盲盒啊。究竟有没有猜对呢？有，哦吼，买到了，回家开箱来跟大家分享。耶、yeah! ，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嘞？莱尔富龙年限定福箱啦！哇，它其实有两款，另外一款比较小，是龙珠超。我买的是龙珠 Z 系列的，比较贵。龙珠超是什么？龙珠超是比较新的，哎呀，新的篇章。其实我看了很久，一开始还看不懂，应该就是一定会有一个这个包包，然后会有一个开运刮刮卡，里面就是有一些奖品，我猜应该就是一些商品的兑换券吧，好像还有什么 PS5 还是什么 Switch， 可能是要上网抽奖之类的。剩下的这个就是会分 A 款跟 B 款， A 款是这个抱枕跟颈枕，它可以变，然后 B 款就是这个是滑鼠垫，它写长型滑鼠垫，80公分长，然后还有 万用毯100公分。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我比较喜欢 B。 那你知道我怎么猜的吗？怎么猜？因为它有一定有两款嘛、嗯、所以你一看就是这个应该比较重。会吗？会。枕头比较重，滑鼠垫比较重。还有第二种辨别方式，就是这个体积比较大，它塞在里面可能不会晃来晃去。所以你有摇一摇？有 我真的我就在那边，我去第一间莱尔富的时候，我就拿起来，它只有一个而已，我拿起来我觉得哎、欸、好轻哦、喔、然后我就这样晃，哎、欸，里面东西是完全不会动。刚我就问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只有进这个吗？”他说：“对。”然后我就走了。然后去第二间店，他有两箱，然后我就拿起来，哎、欸，两个都很轻，然后就这样，哎、欸，又不会动了。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也是那个抱枕。然后我去第三间店，他有两箱，然后我就拿第一箱摇起来，哎、欸，会动了，里面有东西会动。啊，第二箱也是都会动的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八九不离十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好像是开箱，其实应该是教学，教你如何破解这个盲盒啊。那你说会动的是什么 ？B 款这种滑鼠垫，它一定是卷起来的，好，然后万用毯一定会折起来，然后用收纳袋收起来这样子。嗯，即使没有用收纳袋收起来，它一定也是把它折起来，然后放一个塑胶袋包起来，所以在里面就会扣来扣去啊。你拿看看，嗯、对不对？另外那个摇起来是什么感觉？完全不会动，就很泼哦。嘿，就是喇叭，完全不会动。没有卡卡的，完全没有，是完全没有。所以我觉得那个完全没有晃的，应该是这个。究竟我的这个说法能不能验证呢？现在马上就来揭晓喽。然后它不是用胶带贴的，它这个是用那种胶，然后整个纸板是粘死的，所以你拆开来一定就是会坏掉。对啊，那。可以说比较龟毛一点，我还是小心一点好了。我因为明年就是龙年嘛，对不对？用跟七龙珠联名。对啊，七龙珠神龙也是一个联名的概念，没有错。然后就借由这个龙年来做一个限定福箱啊。好啊，来开了。究竟有没有猜对呢？三二一，再来一个，三二一。我猜对了，真的，你看我说到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拿出来，我全部拿出来。这个应该就是刮刮卡，这个是滑鼠垫，然后这个是那个包包。你看我完全猜到了，包包看起来好宅哦。这个限量包包，你拿滑鼠垫是重的，滑鼠垫很重啊。滑鼠垫是重的，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开运刮刮卡，有没有？我说中了，这个万用毯。他果然是把它放在他的收纳袋里面，然后再用塑料袋包起来，完全说中了，超过一百分。最重要的是我猜到了，有没有？今天教大家破解怎么买到你想要的，你想要这个，你就把它拿起来咬啊。对，你在咬之前你要问店员，我有问，因为毕竟这东西我们结账之前，这东西都不是我们的啊，我们要尊重人家，就问一下说，我可不可以稍微咬一下，感应一下？我今天就跟他讲说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拿起来稍微咬一下。感应一下嘛，因为我有想要的款式。然后那个女店员就微笑的说好，她偷笑的说好。我就在那边咬，哎、欸，如果你想要这个翻转颈枕，然后或者是变成抱枕的款式，哎、欸，它咬起来里面是完全是密合的，不太会动，几乎没有感受到它在动。啊，如果你想要这个，因为它里面东西就会变成这样子，所以咬起来它在里面就是会像我刚刚那样，咯咯咯咯咯咯咯这样子。
购物包啊，我们去这个就可以放车上，我们去大卖场买东西就是可以用到。去大卖场买东西就是可以装货。它可以变长，等一下我先让大家看一下，它正面就是神龙，然后有印一个龙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雷达。对啊，龙珠雷达。哎呀、啊，然后这个吊牌是四星球，四星球。好，你看哦，它是有一个厚度的，它不会很，它不是那么容易破掉的。而且有拉链哦。你摸它有个厚度。嗯哼。重点来了。它会变大，变长哦。哎，它变长，然后下面还写什么 ？Tell me your wish。什么意思啊？神龙出来的时候就会说这句话，哦啊、说出你的心愿、啊。是啊。嘿啦。好，这个就是包包的部分。可以放车上。对啊，放车上。啊，不，我们每次去好事多都忘记带袋子。对。然后滑鼠垫，哎、欸，这个滑鼠垫感觉很赞，我以后就放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哇。好呆啊。哇塞，哎、欸，这很赞哎，超爽哦！我本来以为是地毯，这很赞哎，你看都拍不进去了，哇，这样子哦，而且它颜色很好看，因为它的橘不会太橘，它是偏黄一点的橘，对不对？嗯，这蛮赞的啊，放这，然后这个是小毯子，可以放在客厅，不行，不可以放在客厅，会都是皮皮跟乐乐趴在上面流口水。哇、哦，这感觉很赞，太小了吧？这一定很大，它写100公分呢。哇塞，大哎！来，我开一下广角。哇塞，100公分长？没有，它就万用毯啊。我觉得它是毯子的材质。哎、嗯、呀、啊，它是毯子的材质，所以就是你可以放在你的客厅，有时候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正好冬天会冷。然后就可以盖一下，这不错，材质蛮不错的，不是那种粗糙的。上面写，左边超级，右边赛亚人，然后下面写的悟空 Super Saiyan， 就这样而已。还有龙珠 ，Dragon Ball Z， 然后有七颗龙珠 ，Goku， 日文 Goku， 有金条，哎，金条很猛哎，我们看一下。上面就写着哦，招财进宝，富贵来，山珍海味福满意啊！大家看一下啊，好、哦，黄金，好、哦、灯序号，好、哦，这应该是上去一个网址，然后里面可能有序号可以登。头奖是黄金条块500克，黄金几块？四月一号愚人节公布中奖名单，丢啊丢啊！好了，拆开了，我关，你关。开始关啊，都是条码呢，我以为它会直接有啦，上面有写，有吗？有，它上面有写，光全富维他牛乳中，偏烂，又是光全优质蛋白，因为莱尔富好像是光全的那个，第一个是光全维他命，然后第二个是光全优质，莱尔富好像是光全旗下的公司，健达。这张200块啊，如果这些东西有200，那就值了。嗯嗯，花生、糖、巧克力、糖衣、巧克力、奥利奥。重点来了，你看第一奖立即刮大奖。啊，第二奖哦，序号抽。噔噔噔噔噔，什么苹果面包？我们的第一奖是苹果，比这些东西还烂呢。商品优惠免费兑换新苹果面包。好，这个就不用刮了，这个是我们要上网登记好的。苹果面包也太烂了吧！超烂的，好，它上面有条码，可是这个好像也不怕大家看。随便啦。光全富维他牛乳中的哦，而且它该不会是这样一罐这样子而已？光全优质蛋白牛乳。哦，写4°C 哦，听起来很屌。健达缤纷乐，他还没告诉你是多少的哦。健达缤纷乐有那种小条的，然后也有多包装的，多条包装的。MM 花生糖衣巧克力也没告诉你是多大包的哦。然后就是什么 Oreo 巧克力夹心三明治，一样没告诉你是多大包的哦。然后结果我们的第一奖哦，超屌的。立即刮大奖，商品优惠免费兑换新苹果面包，屌爆了！还好打从一开始就是冲着那些东西来买的，所以这个就没差了。好烂哦！
好啦，刚刚刮刮卡刮得超烂的啊！不过重点是我买到了想要的东西，印证了我的方法是可行的，所以就跟大家分享啊，买到了我想要的花鼠垫，然后还有这个毛毯啊，哇！大家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想要这个，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。来，大家看一下 A、B 两款啊 ，A 款啊是这个抱枕，可以变成颈枕啊，它放在箱子里面，它摇晃的时候，里面是几乎是不会动的。啊，如果是这个咧，里面就会啪啪啪啪撞来撞去啊，看你想要哪一款。今天就跟大家开箱分享，顺便也教大家怎么选择你要的盲箱。哈哈哈，今天分享到这边啦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